好，爱喜国本又到复习来时间咯。大家有喜国闽南无？听爱印象特别，闽南系个好山好水，又好风景，也有很多农产品的地方哦。其今日喺本妙有县中最有客家风情同农村风貌的乡镇。不过除了安尼，闽南还有乜嘅好教好料的呢？今日呢，我哋特别邀请到闽南菜地的好朋友来同我哋介绍哦，我哋家家来分享来自闽南各人风的家用者。嘉勇姐，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闽南的嘉勇，因从事自然友善农耕，也是闽南在地文化同生态导览解说员。哇，嘉勇姐，你的名字特别会不会给工作安重一尊呢？你在闽南安说的，我想说你是在闽南台的吗？我没有，我是在高雄的男子。啊，唔咩闽南人哦，系咩？哎呦，听男子按安尼来讲，唔系算好咯咯。错。哦，安尼两个做啲闽南语咯。我做喺客家新桥啊。客家新桥唔系加啲闽南语哦。错。哦，安尼加啲闽南语之后，都也下一段年咧。差唔多算起来有13年咧。13年，唔能听闽南，系听做乜嘢咯？其实归开始啊，因为家关的关系，所以俺们归到闽南开始种木瓜。哦，还得种木瓜。嗯，错。哦啊，种木瓜之后，人家还得种木瓜吗？没诶，就种四年之后啊，因为爸爸风灾关系，就没再种诶。啊，爸爸风灾，佮风灾来，恁佮田都没啊。系啊，我记得当时我种到差不多6分的木瓜叶，其实归繁的。还六分青苔呢，系啊。归苔，但是吼，因为爸爸风灾三日的风啊、同水啊、落雨啊，归苔，所以差不多三日过后，整理只剩唔到2分的面积。啊，六分变做2分。唔多哦。唔多2分，啊，中间嘅4分都系天都流水流去冇诶。流枪的整理后就全部往天主诶。哈哈，嘿，啊，整理后，俺们就决定，因为就想讲，也计是伊个机会点下来，重新想讲俺们爱杀下来做某个事情，所以俺们决定，嗯，做某个，去做上贵叫的事情，就是环岛，骑脚踏车环岛，去环岛，哦，俺们去环岛一年啦，差不多4年。俺们环岛的方式是用骑车啦，也是私车，也是用行路的。骑车，因为俺们想讲，之前都听人讲台湾贵奖嘛，嗯，真奖啊。贵奖是奖提来，俺都无机会安尼天天的去了解，所以就决定吼骑车安尼行。哦，俺们骑车，如老俺们一天，嘿啊，像环岛嘛，也是有嘛个目标呢。其实想到就过好过呐，因为那个时间呐，就爱条家远航，你就想讲哦。我还想去看看其他人是用的当天木瓜面食，做滴安尼上面的风台啊，都唔会往下来，因为安尼过严重啊。啊，我其实就想起来就过好难，因为哦，天伦鸟诶，错，天伦鸟还有一部分哦，就是一个时间啊，台湾就流行7的369乡镇盖章。哦，那滴个三一九乡个时节，这个个景因呢有无清流行？哦，唔也得收集个。嘿，所以每一摆都伊个乡镇个时节，就一定爱去7。哦，啊，嗰种能环岛之后能有感受到嘛个吗？其实吼，真的有开始了解，用个太家讲。真的台湾过奖，而出去外界之前，真的先替台湾聊过。但是哦，也是因为感受最深的，最深的就是，台湾哦农业哦，在花东啊花莲的时间，还发现哦，友善农耕这件事情，还有就是有发现讲，伊能开始做蔬果香。哦，蔬果香，所以就会想讲。哦，因为俺们一开始种的是惯性农法，就是要杀药的，要花好皮。可是。袁弘不喜欢，但是俺们莫熊公公还有其他的方式。哦，搿时间莫熊多。错错，所以一个时间，伊发现讲，哈，原来做些做的唔是用药诶。是个皮料，化学的皮料，唔是杀药诶。所以古来之后啊，俺们就莫再杀药诶，莫再用化学皮，就专用有机皮。哦，刚才我强调以后，我听讲啊，俺们古来之后，唔同人家头家都成立个一个过眼风，啊过眼风。做嘛个有一个名诶，阿吉有提做嘛个同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其实郭连峰一个想法是归咎之前，因为俺们还在种木瓜的时节啦，有一年爱自家出去卖，卖的时节有会空档啊，就会开始想，袁弘就想讲，只想俺们爱自家的品牌，因为俺们种木瓜的时节会要求自家品质爱做的好，因为品质顾的好，人客自家就会来，木瓜会。
会喊你喊过来嘛，嗯、所以伊就想讲，安尼这个时节啦，那是过腊拜熟，嗯，炸好了，自然品质就会好，就会好吃。嗯、所以安尼就讲，水果自然红，就叫果然红。哦，啊，不过女人呢，迄买个木瓜弄冬。这时间无相当爱讲木瓜红、木瓜风，因为吼，唔要就种木瓜，还有其他呀、啊哦，只有几杯种其他的东西呀、啊哦。意思就是讲吼，俺人对品质一件事情归要求，嗯哼，所以就称为咱台语讲的栽赃，嗯。哦，原来是安尼啊，除了安尼都符合俺这个理念啊，如果果然红果然红，就自然的分给胎，分给树，啊，唔是沙油嘅，唔是椰嘅皮料，就最后最有机嘅部分。错哦，啊，果然红啊，提做嘛嘅呢？其实吼、哦，我们成立果然红嘅时间、嗯，就开始办农事体验，还有一些经验。错、嗯，因为我们想啊，我们自家在田球里边，好多几多嘅经验知识，也多嘅事情、嗯，所以想讲好多很多嘅东西从胎地来。那如果它就是一个乡野学堂的话、哦、那我们就可以有贵多的东西带你和你们到乡野、嗯、你们到田球里边去学习。如果在那个田球的地方学堂的意思错啊带好吗的东西好就像在石农教育后石农教育因为、哦、就像在师傅的师傅国母的师傅好就是你啊跟吃饭某一天第一说哎你用得来所以当一年另一道天球做亚洲的石农教育，一年开始第一讲，哇，一碗饭是一个饭无安容易啊。哎呀，所以咧饭无简单，因为今年可能无接触过，又无今年都唔对。啊，想讲，哎，饭用得来，哇，在企业买，还有一个超级市场去买都有。错错错，其实乡野学堂还有一个，国联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教育。哦、因为啊，潘马给发通，当时我教育这个理念彻底不会发，它就只是一个活动。嗯哼。诶，不过刚才安尼唐凤人有做个石农教育同个农事的体验嘛？啊，要个体验个发通，诶，几年人拢有吗？还是有限定嘛个时间呢？安尼有啊、就像有师傅诶，还是种番薯啊、种萝卜也对个时间，安尼就会判发通。但是唔会就只有判发通，就像个师傅购物，安尼会结合其他个发通啊、就用个导览解说啊也对强下，就唔会讲只有单一元素。嗯哼，嗯。不过刚才按你来讲，几年呢？人其实都有攀一个发通天然的发通。不过呢，喺批下讲，人自家一个耕田的步骤，如果讲人哎种无的、割无的，也系种其他的东西的时节，都会来攀一个天然，不错嘅。Okay. 那按你讲，这人一个发通啊，有喊天空，某个对象可以来参加的吗？其实某相同的发通哦，按人会有一些条件，就像诶亲子活动，还、以为就是针对大学生或者是成年，嗯因为吼，三年有三年聊的方式，亲子有亲子的方式，都会摸胸膛。哦，按你亲子的方式，俺能可以谈过那些有冇嘅方式吗？就像俺之前攀过，恐吓差是我诶，差有差样，还有国外诶，嗯，嘿，因为吼，胎年带胎年带三年的在教的时间啊，吼、做的时间，伊能会恐吓，吼、就有亲子达到亲子共同娱乐的效果。嘿，胎年甚至恐吓来互动啊呢，错。刚才啊，头头有讲，台年狮子乡下来做个国模的啦，差样几多？啊，不过新年呢，今年算第一摆来参加一个发通，今年唔会感觉虽然讲今年会感觉挺神奇啦，啊，今年唔会感觉挺亏嘛，因为我第一讲师傅啊，国模今年都睇日头大下嘛，啊，今年个体验感受很用诶。我看到的其实吼，新年了个几通。贵重，贵重，但是胎年又高的贵重，因为胎年对于人来讲，三年是，一年还是三年的时间有做过，或是没做过，都会感觉贵神奇。那三年的话吼，当然啦，一开始会了解贵欢喜，但是时间就贵短。哦，错，可能都短短的，因为今年有高多跟奶嘛，印象讲应该是高多奶清香，唔系今年差样啦，也系国货清香，应该是高多跟奶。但是之前有一个情形就是国货哦。你跳下个舞诶，是三年无上个照。胎年爸爸妈妈讲，胎年嘞哦，冲开去输大下哦。三年讲唔会，我还讲。胎年都唔掉个天年咧，你掉安胎啊？三年的高热天向有天气诶。真的唔衰哦，唔衰哦。唔衰三年嘞，哇！除了一个天然发通，过年逢还有拍卖个其他诶木香个发通吗？啊，听讲恁亲像有做个丽莎，系咪？嘿，我们有就像打工换宿，还有那个背包客栈。哦，
打工搵乞丐同个背包个泥沙个部分，有个系针对个人后生朋友吗？其实打工换宿吼，无喊听背包客栈嘛，上头无喊听哦，错、嗯。但是我最主要是希望讲，嗯，来到这边啊，听说我们农务的世界，但是嗯嘛，做得一家有好许多东西。哦，你打工搵乞丐个部分，错。哎啊，一个部分有接下马克发通来做嘛，也系从跳到香港几年的农友诶。嗯，最主要是我们有农事的时间，就像师傅的啊，种萝卜啊，种番薯，因为过马无限的时间就是师傅的中间一个无的，一晒过。啊，婚姻的时间是做萝卜、煮萝卜，还有做萝卜糕也对的，会过无限。哦，原来安尼。嗯，观众朋友，谈到这边，有没感觉亲身去呢？现在闽南还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不过等一下还有更多发通等待我们去了解哦，休息一下，我们马上过来。上一趟我们请嘉荣姐同人介绍个人房间的拍卖的发通有卖的好高的，我们继续一下来了解咯。嘉荣姐，头头有讲到打工搵黑鸭也去发通啊，你想讲？打工搬遐，迄件人自家来报名旅游的吗？也还有嘛个条件呢？有条件呢，因为吼，我规定只休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暗藏哦。嘿，因为啊，我之前搬三日五日的，结果来天日你是房间，天日你好一下，天三日就贵耶。下面还跳有路贵耶。错，所以我就听见就想，嗯，只休两礼拜，因为对恁人来讲，两礼拜能有机会好多贵省城的东西。哦，如果今天对台下开始都结束，你今天互动交流，今天咱有感受安尼。错。哦，啊，今天我来报名打电话旅游的吗？冇，伊先写履历表来。啊，冇写履历表哦。错。啊，今天履历表我写嘛个呢？最主要诶，结束伊一家，还有伊用诶上诶来。哦，用诶上诶来也个发通，诶来做也个打工搬起呀。嘿，就上诶就。就算一家就上诶来冰上啊冰了，但是一家嘛有想法啦。来到这边，因为吼安尼，伊来每来做任何个哦，伊系爱伙伴，煮饭是太家强下煮，每爱煮饭是。哦，强下来做事情就错个，反正太家强下做事情，强下放松。安除了安尼，今日爱面试么？面试是唔是？但是我有机会吼。讲天花，人哋会讲，哎，你的想法系乜嘅？哦，如果用天花来先了解一下讲其他内容，其他人都在上用来，冇安尼来，其实会造成人家麻烦，两礼拜时间也轻松。错，因为吼，我希望会讲吼，唔来天数来减少我的劳务，但是我嘛希望也两礼拜时间做得本有好多贵多的东西，带贵你的想法去提升自家的想法咧品质。嗯，啊，嗰个大部分也去发通对头下。诶，几年的拢有做错个啦？最主要是我一家有做些时间，就像个师傅个啊，种萝卜做番薯的时间，规模还的时间，因为诶某事情一来就某事情做啊，所以一定我有发通的时间，然后开放本人来参加。哦，差不多安尼一年一度拜啊，一年差不多一百多两百时间。哦，一百多两百都规模还的时间来，天数都错个。错。讲真，安尼打工搬去呀，要去发通，能对开始判多一下一久？我判差不多三多四年嘞，三多四年安久嘞。啊，睇下中间有发生过某个个神奇的故事冇？还有遇到过神奇的人？我讲两个例子好诶。第一摆就系两个太好上诶。好，因为其中两个都什么诶哦？因为其中一个有申请青年的壮游计划，所以伊去到六个地方去做打工换宿。那其中一个因为伊提。台江国家公园的讲座有谈过俺们分享，所以就申请。阿罗的时间啦，也就因为吼会做，你第一太轰上啊，轰虫的时间会大部分都会随着归蛮难会轰虫。英雄公应该无九点会轰虫，错。所以来到啊做些时间吼，因为是热天来，就像夏天来，差不多四点五点就要轰虫，可是归八个咯，时间都就轰虫。伊讲吼，伊在做些时间啦。就会成为困到天阳熊同哦，就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他会开始思考。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哦，嗯，按神奇，其实个上多的嘛。其他开始上哦，因为太后上，第一跟太后上同穷过去是无穷用的，跟就上的料嘛，上的高嘛，啊，特殊唔会按用心嘛。但是一下来，就是暑假结束之后，伊个寒假。
交换学生。嗯，结果伊就，然后最后，因为爱希望伊能有好多东西，所以打工换宿结束的前一天，然后我特别同意再聊过。好，伊就分享伊就讲吼，俺本来吼结束之后，爱行去做交换学生，那是俺无来。国联风打工换宿啊，俺去东海干，应该就是想要玩多久就玩到不可收拾。但是呢，经过了果然红，嗯，伊感觉伊开始想，俺去东海干，爱聊爱学，嗯，拢爱做多。哦，除了原本想讲我去韩国的时间，伊讲啊，俺去个都聊如何啊，时间都俺都过来，错啊，结果去两个之后，一路想讲啊，俺去个除了聊。然后可以学嘛个东西，带嘛个东西过来，错、哦，所以只有一些时间，还会关注伊个 Facebook， 哎、欸嗯，真的哦，也个先会边讲，嘛分一家好多贵多东西，啊嘛有认真的搞，嗯，安尼其他听到地方有各有东西，各有好想法嘞，错、嗯，那听你个就是五个太学生诶，实践大学学生诶，有什么有谁来诶，四个什么一个谁来诶，嗯，好、哦，就是太家穷哈，雷多米农。啊，来到国联逢打工换宿、嗯，但是啊，也五个大部分吼，拢唔会就像个谁来的，铁、路卡就少爷呢。哦，有请专人来打扫他的房间，唔是只整理一间房间呢。安好，安那民族铺用个哪？就安尼哪？啊，安尼，归我做感觉。但是哦，也安尼两礼拜下来啊，伊、就开始哦，一家整理健康。哦，因为伊感觉啊，哦。搞奶拢搞多的啊，按学做的东西拢拿来，那一家整理一家健康其实过简单，一开始想的事情又开始冇相同的。哦，因为之前太多了。之前佮侬冇自家做过，卢卡冇本意自家做，佮侬感觉有个事情，唔是佮自家做，啊也系做方了佮，感觉挺奇怪安尼，都错。错。哦，啊，侬刚刚参加那个发通，佮侬有转片。基本有新的想法嘞，错哇！安尼参加你那发中挺有价值呢。嘿，因为哦，来到国人风，某好多东西其实俺刚刚归可惜呀、所以一定呢，劳务协助了我们，我们可以协助他成长。哦，本给他心灵，本给他身体有好多东西。哎，俺谈到安尼，头头讲那个两个例子的不？西来的高雄无安多呢吼。西来其实无几多，这是一个趋势。奇怪，用西妹参加也总办通过多呢。真的，其实去送货嘛，相同哦，用西妹几多。哎呦，西妹也越来越厉害嘞。嘿。不过除了安尼讲者，你除了也个打工搬起来发通，还有其他嘛个发通啊，通讲还有 DIY 发通，错冇？错。好，等一下，哎，也个观众朋友。底下讲迄马个毛，迄个万岁是一个玩具呢，一个稻草做的个刀剑，也个迄个 DIY 成品吗？嘿，戴森林做的。哦，戴森林做的，啊，同人介绍一下也个 DIY 好冇？好啊，因为吼，俺们一开始其实吼，唔会做稻草的编织或 DIY， 甚至俺们发展的稻草人嘛，拢唔会。啊，你们这个唔会做？唔会做。啊，你们搞你呢？一开始当然爱学啊，就伊在基边吼，伊在欣赏，伊就讲吼，新竹的地方啊，有个茶所。所以啊，就像就像诶一个杯垫。哦。你看，好。茶寿呢，就一个立体的形状，吼、啊，俺呢一开始冇可能好多啊厉害嘛，所以呢一开始就做安尼归简单，但是也是迷风做，所以归讲一开始做诶吼就硬啲嘛，硬，嘿，错，听听呢哦，就开始想做一个杯垫是俺俩的 DIY 主力，可是呢森林一搞也可以牡蛎啦，所以就开始想，森林最好搞的就是刀剑嘛，那又简单，半点钟西施粉就做得做出一几刀诶。哦，安尼有本森林的都做一种够简单的，阿泰宁都做这种茶杯垫一种。错，冇、就是亲子穷下做一个杯垫安尼。哦，啊除了安尼，还有可能带来一片，可以可能介绍一下冇？好啊。哦，像空一个猫的好诶。哦，其实猫诶，个都迄个像头头讲诶个茶所呢，因为以前个茶所，茶所会反过来，万岁是一个青皮，无茶所来对来做猫的代。错，但是哦，一个规模相同哦，就是我结婚十二周年，我的先生送来结婚纪念品，纪念帽。啊，一个应该做青旧咯，做过旧差不多九年六年呢。哇，量头定做，哇，客制化的呢，好，还有啊，
像一个乌龟。哦，一个乌龟。一个乌龟其实是有一摆啊，提起山，好、就是台金教的邀请呐喊市集，刚好身边就有来自六桂里。好做面包的师傅，伊就讲，哎、欸，安尼都是六桂里的，做得做一只乌龟本来能空嘛，哦哦所以一个时间啊，第一摆做，嗯哎，大家就讲，哎、欸，做咧蛮贵好呢，就自家又做一个自家空，都做一个吉祥物的样式都做嘅，错，啊，一个喏，也感觉一个新的新体片呢，像不像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法帽？真实的呢，我看一下，哦，一个黑木竹吗？嘿，错哦，嘿，杨幂还摸诶，摸诶，哦，好，对上去吼就会像个古代日本武士那拔刀的感觉。哦，安尼啊，拿一个玩具刀，嘿，做做做，等一下你就做得了诶哦，做得搞。哦，先戴好了。哎，真是恁恁做诶东西，轻体配轻轻神器呢。嗯，哇，按除了按你 DIY 发通，啊，还有其他 DIY 吗？我们吼还会有就像植物的敲拓染，因为我们环境就几多花花草草树啊，就做在扎古来，啊用胚布树胚布就做敲上去，就变一个自然的图案。还有啊，我们沙棘还有伙伴，一家会念的印的，就是种子。OK， 古来做树的也还吃不得给印的。嘿嘿嘿，古来做种子吊饰跟那个项链啊、耳环的丢的东西。哦，做项链同耳环。好。啊，这种 DIY 发通会保命吗？哎呦，我们为有时间有发通的点数，好、看到我们果然红的粉丝专业，好、啊，观众就做得，观众朋友就做得来，果然果然红报名。哦，那名都风情，也是讲打电话通能问安尼。拢做得。哎、刚才除了安尼 DIY 发通能自家判以外啦吼，还有其他的单位同能向下来判发通的吗？为我们为同民众爱上下经费、平民沙滩、哈文馆还有哈维飞。哦，拢采集个单位，从官方的啦，也系讲民间咧，向下来判发通。啊，判嘛个发通呢？我们会设计就从诶去做 DIY 啊，啊，还有就带到英广风，食农教育啊，农事体验啊，最主要还会去到我们的五幺府，就黄蝶翠谷。哦，诶，也可以同人介绍一下好冇？能带几片去个做嘛个呀？是啊，去到几片哦，凝视我们闽南的生态，还有条摆吼。第一闽南水库的议题嘛，其实从一个过程哦，就第一讲吼，闽南人对自家环境的重视，错。哦，除了提到最头下讲的食农教育部分，按人还有加入从其他单位来判给环境教育、环境教育的部分，错。哦，啊，一个发通也是不时提判吗？其实一款好高，还有就是单位自家需求，所以人会加，就像诶。伊个一点钟的马做电，马个三点钟马做电，还有安尼马会加那边像种个总理府文啊纪念馆，就是文学的部分。哦，一个部分也有。哎，安尼自家组团报名可以吗？可以。哎，啊，组团报名限制一多人嘛？其实吼，那是爱你咪个多 thank you， 还是爱你多像个大自然环境啊，就会希望唔是冇太多你，太多你体内对环境的破坏，体内还有就我们带的品质冇归好，所以最后的年数，最后四百年都你四百年。哇，观众朋友，糖豆鸦片系咪同阿中央亲上夹夹来报名呢？唔怕，休息一下，糖公等下还有更精彩、更好食的料理等等爱恁哦。哇，对甜度的搞到一下，黑妹同阿强强感觉是把妒忌的呢。唐公，刚龙这今年有清河式的料理，让你夹夹来抢高级，让你来吃咯。哎，刚龙这唐公能有清厉害的料理哦，可以同我们介绍一下么？我清妒忌的呢。在闽南哦，大部分吼都会听糖多消防、开防，但是啊，平常在寒年的时节啦，人会用萝卜嘞来卤东西。卤东西，错，就像卤萝卜啦、萝卜丝啊，还有萝卜苗。萝卜苗，哎，其萝卜苗是嘛个东西啊？萝卜苗就会萝卜叶同干啊。干，新鲜的吗？冇，晒早的。晒早的哦，有带过来吗？有啊，你看做好来准备好。亚三观都黑吗？冇，泰观就会落落片，啊，两观色全部都浓片苗，但是时间冇强用。按你啊，青菜哪一观好一观？皮坤哦，亚个系落片苗。错，落片苗系落片的嘛个东西？就亚白同干。
也袂同讲。嗯，会使走诶。屁股那先有嘛？给么？诶、欸？嗯？有诶。新疆鸡，俺能讲诶，鸡梅干菜米丝哩。嘿吼，你做得爽快。安尼可以生吗？可以啊，你就安尼爽快。哦。是放了遐嘛个米丝啊？是看着滴哦。嗯。失败啊，咸咸，失败咸咸。好。哦。诶，安尼，也个迄人工，也个年份够强，迄一多年的呀、啊？差唔多有两年的。两年。嗯。啊、也另外一关嘞。四年嘞。四年。诶、嗯。这神就冇强用的啊。哇，观众朋友，你看，那个小朋友，迄冇强用的呢，一个迄两年呢，一个迄四年呢，年份够久的，色够深么？怎么？错。诶，安尼其他米是两个迄，为唔会差深多啊？冇相同，你贫困就低耶。哦，有咩？有个米丝又够重呢。嗯。啊，咸，更加咸个米丝，富咸富咸个米丝够重。嗯。哇，哎，真强呢。对啊，所以人家那腌制的东西啊，时间控久吼，会因空因成。啊，底下跟用会做啊？有洗澡的生意如何吗？其实伊个工法工序有嘛过麻烦了，至少要做七年的时间。七年，按用会来做。种萝卜也袂拿过来啊，先不用你条下洗半圆圆。哦，洗半圆有个圆圆的。嘿，圆圆的。当我们条的时间，熟黏落就腌一些盐，用熟去踩。哦。踩到伊失败安尼出米的，再控到烫的滴杯，啊蛋糕就要控湿条，因为哦天天的水就会出来，会淹过去。浸几本几安尼浸个水出来呢？错，安尼差唔多天天的米是色神就会转安尼种的。棕色，色成因的因层，咖啡色的，嘿，错咖啡色，还有米是会因的英雄。哦，啊，你如何的嘛？啊，你可以，你现在讲的红，你红了。差不多第七年的时间就要拿出来洗枪，因为吼、哦、拿过来的时间耐寒且洗啊，所以要给时间洗枪的之后啊，再塌好一束一束，再吊起来，不易洗澡。哦，洗失败走啦，啊，暗不停啊，会顺利来切到安尼一些团，错，啊，刚一洗都走安尼。哇，安尼唐红来做一个真麻烦，真麻烦，真多工。哎，啊，另外咧，迄唔讲迄萝卜干，萝卜的，煲鸡汤，煲鸡汤的用咧，伊讲那先，哦，一个国咸咯，哎，保存单位好啊。嗯，哎，一个米丝。真是全部会给萝卜的浓缩的给米丝呢。错。哟，有像个人参么？哎，有，观众朋友，你看，也个迄贵的给萝卜的嘛，啊，底下四股饭保留。嘿。啊，蛋糕也个迄，也个吼，拍拍个就会盐。哦，盐。嗯。你用盐去卤诶。错，用粗盐。哦，啊，也个俺都唔是爽快。不是爽快太咸诶。爽快点会分的么？啊，也个差唔多捞一久诶。安尼差唔多有六年，哎，晒到暗沉咩啊？嘿，啊，又计可以保存一久啊？其实哦，像诶之前啊，拢人家做得看到四年、二四年、三四年拢做得，因空因上啊。嗯，阿弟，各种人家讲诶，迄个五色的各种萝，像萝卜讲起来，给人讲可以做肉嘅，都错。错。哦，原来安尼，真神奇呢。不过，唐公又计萝卜没有，有适配的料理吼。是嘿，因为我提米浓啊，然后就是加牛盐，哦，牛盐落姜下去蒸锅。啊，因为我一家三年时间，我妈妈煮个就像个肉燥，米粿多，所以我就同意做一个改良，就变成萝卜苗肉燥。哦，用姜去加一个萝卜苗。嘿。哦，这安吉皮啊，是放了跟米线用诶。贵上，而且吼，你同一番吼，真的要只有萝卜苗牛盐吼，你就得崩多。几啊万番哦，讲到安尼啊，是在轻度级，因为更加模式都轻模菜，还是硬夹夹啊前面的时间。有机会一定要来闽南请来。系啊，哎，不过谈讲，有个老朋友也可以做一种轻体配的饮料，什么？错，因为吼，我有一摆吼，我咧煮的时间啦，我会先用自来水先沾过诶灰尘洗枪诶，啊，然后再用诶山泉水去浸，啊，有个水啊，有一摆吼，我就留下来，我朋友就讲。也爱水啊，再加酸梅啊，拿一天木的蒸啊，就做在做饮料。等下，
唔讲一个细个金个萝卜苗个存那个水，加个酸梅啊，酸梅很硬的，一般是那个枣诶，枣诶，加你批啊，煮锅，煮锅就做在做饮料里。观众朋友，嗯，有吃过一种安提配的饮料么？嗯，你是红雷米西很用诶哩，诶，啊你吃个是红雷米西很用诶。伊食落哦，就像个，因为伊食起来就像个梅干菜嘛，就本来就梅个一种香味，再加梅个下去蒸啊，就那酸甘酸甘。酸甘酸甘米线，啊有萝卜的米线。有一些，但是真的过后你有机会真的试看。真是用糖的嘞，无法都香功加黑麻嘅米线。都不会吃唔到诶。真是啊，佮用泡桐茶安尼浸入汹涌嘛吼。啊汹涌错。哦，咦，啊除了安尼其他。有一个饮料啊，有一个牛姜啊，还有其他特别的料理吗？其实我对贵多的朋友来讲啊，就像安尼客家泰丰嘛，还贵特别。泰丰啊，泰丰同安尼个以前谈过的高丽菜丰啦、冬瓜丰、哎凤肉这种，有蛮会冇共用的吗？因为吼、哦，大部分吼、哦，你看到的都是一烘一烘啊，就高丽菜丰、冬瓜丰都一烘一烘嘛。但是呢，其实在台北，因为客家人。当初都被特殊啊、做些啊，古来是一个过多年嘛。啊，为了方便，就会一步一步就会讲鸡肉、猪肉、高丽菜、冬瓜，哦，还有像嘛个啊，有的时节像俺娘会讲强木瓜。哦，强木瓜。好，强木瓜，俺娘好吃哈。好吃，因为你的木瓜酵素本身就会不耐肉啊，变得过容易就过。哦几个柔软，个安尼个个软安尼。错，啊因为安尼放起来吼，腌肉米还有蔬菜甜米啊，全部落香下，多米丝吼，同安尼一烘一烘煮出来是无香用的。哇，啊都一台锅安尼。一台锅，所以煮好的时间，我大部分拍发通，我本人先来摄像。来哦，准备哦，锅要掀开来，大家相机准备好。哇，安尼一掀开来个。画面一定清楚，错，因为贵少有机会看到安泰博的东西啊。刚刚那种一种满汉全席的用，错，所以你装出来啊，你看哦，一盘就鸡肉，一盘猪肉，一盘高丽菜、冬瓜，哇，很丰富，贵丰富。啊，你们给煮的时间，还有鸭子，也还讲像调料，调料诶，错，哇，这米是就贵上啊，真是的，啊，给时间也还挺能给片个人风格，卢卡给片在煮，错。哦，啊，除了一个台风，啊，唐公还有其他某种样的野味料理，系咪？嘿，因为吼，俺们要生发在因广丰啊，没有几多野菜嘛，野菜一家私就讲过，哦，安好食的东西，那几多年下来就讲，哦，也是的，也是的嘛，所以俺们就想，那就俺们来做野菜的面疙瘩，还有做杂草茶。杂草茶哦，啊，两方有难介绍一下好嘛？好啊，就像个野菜面疙瘩，大部分就像个俺们讲个野憨诶，憨菜，还有五肚子，还有就像个俺们讲个咸丰草，那个什么昭和草，哦，昭和草也着野菜啊，摘过来之后啊，俺们会带宁夏开始揉面团，揉完面团之后就捏那个像猫耳朵啊，或是面疙瘩。就不一定一家一家肉一家种下去煮，啊，给吹空下去就好诶。给吹迄自家去炸，自家炸过来。哦，然后等一年先拎是买个菜做的是自家炸，炸过来洗枪诶，就太个空下煮啦。哦，你加下两条都送一团工诶，食农教育部分。错。啊，杂草啥喏？青菜绑个草来煮。哦，其实吼，几多草，几多的草吼，俺们拢是得，只是讲吼，俺们会想讲迄是。也许迄草唔做得死的东西，所以今人哋会带大家去认识讲，也许草做得死，也许吼是小一些，唔是太多。因为啊，有的草吼，人哋是下去吼，胃肠会清肠胃，轻则清肠胃啦，重则吼跑厕所。哦，其实个个量一些咧，个性质错，因为强错嘛，人哋第二讲，比如迄重要也系重要个种嘅部分，叫药性。佮是下去，佮促进身体的循环。错哦啊，其他杂草茶还冇讲开啦，按用个来做呢。其实用个杂谷类啊，大部分吼就会先帮伊洗澡。好，洗澡的时间吼，爱能煮的时间吼，煮差不多两三点钟。就做在不用一量，就做在里面。所以米线吼，相同的醋，提无相用的地方吼，杂多吼，煮起来的米线无相用。哇，真是冇简单呢！啊，不过要种料理，嘿，一定会长工，然后发通才尝试得到，也爱讲，平常时安尼，迄个料，迄个是如果是得到。
当然哦，一路都个人防狼油啊。哦，迄种面容啊，唔单枪，迄迄种面容哦，迄迄种唔能假，个人防啊，长江能发动，能识得到。嘿，错。啊，一定要预约嘛。当然爱啊，那有办法准备啊。哦，也，嗰时候也变材料都会爱先准备啊，也变咧材料都会面容冬天嘅农产品嘛。嗯，最主要啊，农产品还有哦，爱杂种嘅野菜啊。嗯。最主要爱第一讲也提防有安全嘛，嘛个系安全就是冇杀除草剂。哦，冇杀药嘅。冇杀药嘅，因为安全啊，冇杂鬼意思都会对身体嘛冇好。嗯嗯嗯。啊，还有一个部分就会讲。这时间有一个错，无到嗰时间过去的时间无一个错。嘿，所以时间吼，就是爱讲某个规则是某个东西，嗯、哼嘿，食材体是某相同规则的东西、嗯。春天有春天的啦，夏天有夏天的，啊，冬天有冬天的。好，哇，像头头有讲那个肉酱的，啊，红肉，啊，还有头头讲的饮料嘛，就是、杂草茶，啊，同个匹配的罗佩西的个茶，那个饮料，哇，是在亲。真想念是呢，吼、哦，广东鸦片街吃菜一定要排一段时间，恭喜能给，一定爱来。好啊，哇，观众朋友，你看，闽南唔但唱可以来体验农事，也可以来吃今年的蜂蜜料理。上到鸦片街后，人数都经典下来哟。今日请感谢感恩者，同我们介绍按精彩、按毛孔的闽南，多谢感恩者。唔该，感谢主持人嘛，欢迎大家吼来到闽南来行了哦。观众朋友，坐到一下，是不是请客人呢？可能格格腾顿老师来做运动的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贤。今天要教大家是全身的运动哦，请大家放起来，同我们同下做运动的哟。运动之前，要记得来做一个暖身操，好，请大家同我同下做，好，两只脚打开来，好，我们来数，从好，把仰起呢，吸气，跳起，下来，秒动，来数，秒动，来听来，再弯片，吸气。跳起，慢慢地做，不是太急。慢慢地放起来，好，两只手跳放来，好，在前面，我记得咯，我背囊一定要平平，好，唔看你裤，好，阿来平平，唔看我也阿平平，从顶呢做个样的平平，好，慢慢地放起来。下来做，吸气，跳起，吸，跳。慢慢的飞中间，好，来做，唱，好，
板凳的脚七条，好，来做一个转眼看呢，你看到我的脚，好，脚踝来转圈。用下来，你做脚，低后背，好，两只手，好，再看一下，两只手，好，做平衡哦，控制好哦。好，慢慢的用下来。更加来弯片，好，一样板凳的脚七条，好，脚拇指转转呐，啊，控制好哦，好，你脚轻量，脚七条轻量，好，可以捅到肚子，好，慢慢的变下来。加拿来做舞者姿，好，我的脚，好，来变后背，竖，拿下的脚趾一片，好，低后背贴，可以耶，如果上面那些，唔可以耶，下来，唔怕，按刚刚安尼游来游去的时间，好，冇办法的吼，你可以下来休息一下，唔怕。好，再来重新开始哈，再一次，好，慢慢的贴上去，可以耶，停留，好，再慢慢的下来，好，更加按下来弯片。给它弯片，好，来脚，低后背贴，慢慢的贴上去，可以耶，在上面一些，很尴尬，我轻松的，轻松的，好，你再下来休息一下，好，好，再拜哦。加油哦！好，慢慢的下来，好，休息，好 ，keep he， 跳 he， 等下，等下，等下动作哈，再来复习吧。做脚，脚七条，好，控制好，好，可以训练个哦安定哦哈，个骨盆的安定，还有个平衡感。好，再下来，下来弯脚，好，板凳个右脚，脚七条，加油哦！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轻轻的下来，来做舞者姿，两只脚，一只脚先，低后背，两只手板轮。好，刚刚做平衡的时间，好，刚刚每段游来游去。你可以低后背贴，来弯片。
吸气，跳起，吸，跳，吸。做个缓和，吸气，跳起，吸气，各位观众朋友，今日动作好歪吗？啊，以后明年团能做运动哦，好好运动，还能下次再来聊。